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经说过，除了圣经，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陈思路《陈思录》。《陈思录》是古罗马皇帝奥勒留的日记，里面记录了奥勒留身处乱世中的所闻所悟，是一部自我反省的思想文集。在书里，他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娓娓道来，给无数人带来启迪。千百年来，《陈思录》是无数读者的良师益友，也是若干迷途者的心灵明灯。 被誉为可反复阅读的世界之书。今天，我为你总结了十句奥勒留最智慧的箴言，句句扎心，让人瞬间清醒。一、关于人性，《沉思录》里给人的第一个智慧就是对人性的感悟。书中提到，六岁的奥勒留被当时的罗马皇帝看中，成为皇位继承人，来到宫廷，让他感触最深的就是人性的复杂。他发现上流社会满口仁义道德。 实则缺乏仁慈，君主看起来冠冕堂皇，背地里却充满了妒忌、伪善和口是心非。他在《沉思录》中说：“人们相互蔑视，同时又相互阿谀奉承。他们总是希望爬得比别人高，却同时又匍匐在别人脚下。”历史更迭变化，但人性从未改变。人都是恃强凌弱的，在强者面前会卑躬屈膝，在弱者面前则耀武扬威。人们表面上相互扶持。 但并不真心希望别人过得比自己好。一旦触及自己的利益，人们就会撕下和善的伪装，关系从而变得紧张微妙。查理芒格说：“无需为人性感到意外，人性的丑陋与生俱来，随处可见，没有必要过分苛责和期待。只有看清了人性的真相，我们才不会被现实戳伤；也只有看清它，我们才能理解它、接受它，甚至是超越它。当你洞悉了人性， 你就能在繁杂的世界里游刃有余，立于不败之地。二、关于欲望，在古罗马，贵族以穿紫色长袍为贵。身为皇位的接班人，奥勒留发现，把精力用于穿衣打扮、奢侈享受，只会消磨意志，沦为欲望的奴隶。他了解到斯多葛派哲人提倡节衣缩食，以穿短袍为荣。于是，他开始像斯多葛派哲人那样，远离感官诱惑，杜绝奢靡生活。 他脱掉长袍，不顾身份地位，终日穿着短袍。他还放着高贵的床不睡，偏偏睡在地板上，缺衣少穿，日复一日苦行僧般的生活，让他被上流社会看作异类。可他却是简朴为修行，甘之如饴。北野武曾说：“人这种东西，不管外表修饰的多么光鲜亮丽，剥掉一层皮后，就只剩下一堆欲望。人的欲望像一个无底洞。” 我们的双手不断地向外索取，有了还想拥有，得到了还嫌太少，怎么也填不满欲望的深渊。奥勒留在沉思录中提醒我们，不要再做被各种私欲所牵扯的傀儡。人活一世，所需并不多，睡不过三尺之床，吃不过一日三餐，过多的物质追求只会让我们疲于应对，从而失去生活的重心。唯有懂得克制欲望，生活低配，物质至简，我们才能腾出精力。 过好自己的小日子。三、关于死亡，奥勒留生活的那个时代，战争、瘟疫夺取了无数人的生命，令奥勒留痛不欲生。悲伤之余，他开始对死亡有了新的感悟。他慢慢发现，不管是王侯将相，还是普通百姓，都躲不开死亡。看清生命的本质后，他开始换一种活法，为打造古罗马的辉煌而奋斗。他朝前夕替，励精图治。 没过多久就政绩斐然，深受百姓拥戴。奥勒留说：“人终有一死，所以在努力活着的时候，尽量缤纷，尽量精彩，不辜负这难得的生命。人生白驹过隙，一晃而过，很多事还没完成，我们突然发现自己老了，很多路还没走过，一转眼又到了生命末途。死亡是生命的终点站，但抵达的路径从来没有雷同。有人蝇营狗苟，仓促一生。” 如同流星划过，了无痕迹。有人却在走过的路上铺满鲜花，绽放绚丽的色彩。既然生命短暂，疏忽便是，不如倍加珍惜，热气腾腾的活着。这样，即便到了人生谢幕之时，我们也不会因为浑浑噩噩的度过而遗憾终生。四、关于生活，书中提到，在战火纷乱的几十年里，奥勒留始终有着张弛有度的生活节奏。繁忙紧张的政务之余， 奥勒留喜欢写日记，研究哲学，在当时，这些事被人嘲笑为不务正业，奥勒留却享受其中。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，人生如一场航海行动，像一个奴隶那样一刻不停的摇桨，反而容易偏离方向。生活中，为了碎银几两，我们如机器般超负荷的运转，必然导致自己提前崩溃报废。梁实秋说，人类最高理想应该是人人能有新霞。 去享受人的生活，生而为人，努力工作的意义，无非是让自己更好的活着。但很多人都把顺序搞反了，很多人想着等拥有了一切，再来享受生活。可到了最后，不仅忙的忘了自己，甚至忘记了活着的真正目的。所以，无论多忙，都要学会忙里偷闲，为自己专门开设一片空间，读书写作，外出旅行，享受生活的乐趣，用七分的热情工作。 留三分的闲暇给自己，这才是善待自己的最好方式。五物、关于当下，斯多葛学派主要观点认为，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之中。面对生命的消长，事物的变迁，奥勒留也在书里发出这样的感叹：每个人只能活在当下，所能失去的也只有当下。昨日不可溯，未来不可追。但在我们的周围，很多人一直没有从过去走出来，留恋一段无缘的感情。 怀念一个远去的亲人，悔恨一件阴差阳错的事，他们活在过去的阴影里，不敢走进现实，更不敢重新开始。他们错过了过往，又失去现在的生活，大半辈子都活在遗憾里。杨绛先生说：“生活不在别处，当下即是全部。”在生活的时间轴上，困在过去的阴影里，就看不到前方的光明。真正的智者，从不会把自己困在回忆里。 而是专注于当下，做好眼前每一件事，善待身边每一个人，认真过好每一个今天，你才能触摸更好的未来。六，关于痛苦，从奥勒留十二岁时起，他就立志成为一个哲学家，他对哲学充满了渴望，对政务却感到身心俱疲。一边是热爱的理想，一边是不得不承担的职责，奥勒留进退两难，十分痛苦。渐渐的，他在反思中意识到，既然改变不了现实， 不如改变自己的认知。他说：“人的灵魂是被思绪所渲染的。只要一个地方能让人生活，人就能生活的很好。如果他必须活在皇宫里，那么他也一定可以在皇宫里生活的很好。”他开始接纳皇帝这个角色，在努力工作之余，不忘经营自己的梦想，最终找到了人生的契合点，成为哲学家皇帝。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：很多时候，让你烦恼的其实不是事件本身。 而是你附加在这件事上的认知，你的思维认知改变，情绪才会改变，命运也就会跟着改变。他的说法也和心理学中情绪 ABC 理论不谋而合。A 是事件，B 是对待事物的看法和信念，而 C 则是情绪造成的后果。当认知 B 出现了偏差，就会导致行为的偏颇，情绪的失控。樊登也曾说过，当你感到痛苦的时候，一定是你的思维认知出现了问题。好的心念。 让我们积极思考，而坏的想法往往是负能量的起源。只有纠正错误的认知，凡事往好处想，才能引爆内心的正能量，带我们走出生活的困境。痛苦无助的时候，不妨换个思维方式。很多时候，坏的结果恰恰是好的开始。七、关于得失，奥勒留师从的斯多葛派哲人认为，人们不快乐很大程度是因为对名利迷恋，从而产生焦虑。 奥勒留也提出，要保持得失坦然的态度，接受财富或成功的时候，不要傲慢，而且要做好他们即将随时离你而去的准备。财富和地位是很多人的奋斗目标，但如果将其视为归臬，我们则容易陷入物欲横流中，沦为欲望的奴隶。唯有看淡他们，我们才能够从患得患失中跳脱出来，找到真正的自己。正如《菜根谭》中所说的那样：“以我转物者，得故不喜。” 失意不忧，大地尽属逍遥，财富也好，名利也罢，都是生命的加持和馈赠。我们越是紧抓着不放，它越容易成为捆绑我们的绳索，囚禁的牢笼。不如把它们当作一个过程，拥有时及时享受，失去时当作从未拥有。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以平常心接受和放弃，我们就会少一些纠结，多一份洒脱。八、关于挫折，公元一百六十一年。 四十岁的奥勒留刚刚当上皇帝，就开始了辛苦的执政之路。战火四起，他信任的手下伺机夺权，挫折压力如暴风雨般席卷而来。困惑的奥勒留漫步在海边，他突然看到一块巨石，任凭潮水不断冲击，依然屹立不动。最后耗尽了所有力气的波涛只好作罢，悄然退却。这一幕让奥勒留深受启发，他告诉自己。 面对命运的滔天巨浪，只有咬牙坚持下去，苦难终将不请自退。于是他不再逃避，而是直面迎向命运抛来的种种难题。就这样，他一点点苦熬，一点点化解，最终力挽狂澜，巩固了古罗马的统治。生活处处充满了角逐和较量，如果问题一出现就打退堂鼓，所有的努力都会前功尽弃。只有遇强则强，越挫越勇。 才能在与苦难的博弈中享受逆风翻盘的激情，体悟生命的真正意义。正如诗中所言：“千磨万击还坚韧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”命运给予的打击，容不得讨价还价，我们必须全盘接受。只有打起百倍的精神，咬牙熬过苦难的长夜，你才能迎来命运的拐点。九、关于焦虑，在《沉思录》中，我们在奥勒留的只言片语间，能深刻感悟到这些文字背后的情绪。 当时的古罗马帝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，外敌入侵，内部动乱，种种社会问题让他焦虑不安。他在书中劝慰自己，不应该这样说。我好幸运，虽然遭遇这样的事，我并未受伤，既未被现状所粉碎，对将来亦无恐惧。面对乱局，奥勒留克制胡思乱想，恢复理性，他冷静思考，设定计划，四处征战，最终扭转了时局。 国学大师曾仕强说过，焦虑是自己选择的，选择焦虑就越来越焦虑，选择害怕则越来越害怕。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，每个人都被不同程度的焦虑裹挟。生存压力、职场比拼、考学找工作的困难，每一个都像压在心头上的石头，让我们神经紧绷、寝食难安。对于焦虑，奥勒留认为，很多时候让我们不安的不是事情本身。 而是我们对这件事的希望和恐惧，终日的忧思焦虑并不能解决问题，反而是摧毁我们的大敌。当你不再恐惧，也不再胡思乱想，你才能撇开表象，看清形势。也只有放平心态，我们才能直击问题的核心，轻松破局。十、关于灵魂，《沉思录》中提到，当时许多斯多葛派哲人为了追求精神的宁静，远离尘嚣，潜心修行。但奥勒留告诫自己。 退隐乡村未必能逃离是非，隐居皇宫也可以修行自己。不要太渴望外界条件的变化，内心的平和比什么都重要。静由心生，静随心转。外在的一切不过是一个人内心的投射。心若止水，外在的任何喧嚣都不会在心湖激起波澜。所以，真正的智者不是远离车马喧嚣，而是在内心修篱种菊。真正的强者不是远离苦难现实。 而是修得内心的禅定。淮南子有言：“心智则百节皆安，心扰则百节皆乱。”一切力量都源于内心世界的稳定有序。一个人只改变外部环境，并不能获取真正的安宁。只有转而内求，打造稳定强大的内核，我们才能获得任何外物都无法给予的平和。作家费迪曼曾说：“陈思路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。”这部黄金之书以庄严不屈的精神，负起做人的重荷。 直接去帮人们过更加美好的生活。打开《沉思录》，仿佛来到古罗马战场，聆听这位哲人皇帝娓娓道来。奥勒留的话语如春风化雨，日光明照，给我们力量和警醒。你要学会沉思，不但要洞察事物之间的相互转化规律，而且要保持对这一变化规律的关注。从哲学的高度来修行自己，人这一生是不断修行、不断精进的过程。挫折困惑本是人生常态。 但如果不反思、不总结，当我们再次遇到相似的问题，还会栽同样的跟头。只有像奥勒留那样，时时反省，常常沉思，在困境中寻找机会，在挫折中增进智慧，我们才能不断的破局成长，遇见更优秀的自己。点个赞吧！读懂《沉思录》中的这十句话，提高认知，无论遇到什么事，我们都能保持清醒，从容应对。